啊，我为什么要把鞋放在茶几上？因为之前我无论把它放到哪里，你都会把它贴到中间，然后把我绊倒，放在茶几上最保险了。嗯，我有这么坏吗？不止呢，有一次，你忘记把烧开的开水壶放回原位，可是放在灶台边上，然后我就被烫伤了。 是吗？我不记得了呀。不记得就别记得了吧。怎么看好像更长了？为什么你的睫毛这么密呀？你可不可以揪下来几根，然后放在我的眼睛上？你要就都拿去吧。 哦，你笑了，不许笑，这样很危险的。以后都只准对我一个人笑，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也不许笑，外面那些女生很危险的。数年前，你就属于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属于你一个人啊。你骗人。 从来就没骗过你，你出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嗯，等，那你说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哦，不对，你说反了。看来你很清醒嘛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你还没有说呢。我是你的。嗯。苏年琴是桑无烟的，永永远远都是。嗯。无烟。 爱奇艺，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